地址后眉头深锁，头痛一来，手指按着太阳穴揉个不停。台湾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是偏头痛患者，过去只能用吞药解决，但其实注射肉毒也成了处方药。这边这几个打脸都打以后，真的是可以有效降低慢性偏头痛。额头上的7个大黑点就是头痛让肉毒注射的好位置，一次费用大约2万到4万元不等，从头到肩颈注射31个部位，就可以有效缓解头痛3到6个月。注射这个肉毒杆菌，可以发现它有某些化验物质啊，某些一些跟疼痛相关的一些讯号的一些蛋白质啊，可以降低。各国医美患者原本是要改善抬头纹，却也减少了头痛频率，原来就是因为肉毒降低了3-2神经核和下视丘等头痛物质，连筋连附件到斜视都曾有人拿来治疗。斜视要肌肉的一个不对称，它就用放松让它的眼睛的位置可以看到正确的地方啊，脑性麻痹或者是一些肌肉这个收缩过强的，比如说剪刀脚，也有这样的一个适应症，可以打肉毒杆菌素。偏头痛严重可能造成头晕和呕吐，甚至提高中风轻生几率。但医师说了，施打肉毒的剂量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孕妇、药品过敏患者则是建议还是使用药物治疗，平常也可以多做气功、瑜伽来放松身心，降低偏头痛的发生几率。记者黄嘉伟、梅凯婷台北采访报道。